你看，原则上，都是广厦、民福，现在只在那个福也断了，江华大地坑呢，都七八月份了，游客特别多，以前你们画个五百人是没问题，反正今天断了也就高兴了嘛。 以前的黄河水又脏又臭，我们不敢亲近它。现在的黄河水又漂亮又温柔又干净，早晨有唱歌锻炼的，白天有很多画画写生，还有我们跑步的、打球的，到了晚上依然热闹，可以看各种演出。 我们唱歌的这个观景台呀，是习近平总书记来过的地方。我们广大歌友在这唱歌，好高兴，好兴奋。现在你看黄河发展的确实翻天覆地，我就想了个是黄河之声合唱团，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地都唱。我们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唱歌，黄河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在母亲的怀抱里生活唱歌，我觉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，今天的小康。